西喜乐学堂 iBusiness 台湾十家电视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位我非常好的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姐妹是谁呢？来，芳芳跟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来问好。台湾十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芳芳。哇，芳芳，我邀请了你好多次哦，这一次终于你来了，好像是。可是又少了一位啊，真是常常人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哦。对啊，是啊，是啊，总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哦。对，他是很想来。真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试炼，有考验，真的没关系。相信发哥，下一次来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时候，相信他已经是非常健康、非常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神国的大能勇士，好吗？对啊，好，我们一起来祝福他。对啊，芳芳，你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认识的？对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早上真的想很久，我一直在想说奇怪。突然脑筋一边跟我还想说啊，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一直突然变这么熟？对，记忆起不这一段，然后什么时候熟起来？不可能是装熟吧？对。然后哦，原来是发哥从中对啊，当中间人。对，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发哥是谁呢？发哥就是我们芳芳的先生。对。那我是先认识芳芳的先生，是因为他是一个音乐人，曾经一起服侍我们的巴西福音走廊。对。对，那他当时呢一直希望我认识他一位漂亮的老婆叫芳芳。可是芳芳呢就很奇怪，我们一直都见不到面。对，对，他一直不见到，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面。然后等他想要来的时候，你自己去说，那个巴西音乐走廊就没了。因为你没有来，所以他就没了。所以今天终于找到凶手，就是你。原来如此，好吧。发哥跟芳芳呢，其实他们都是音乐人哦，都是在教会服侍，几乎是全职的同工哦。嗯，对。对，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是第一代基督徒吗？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没有错。那你是因为认识发哥才成为音乐人吗？因为我看你的音乐好像指挥哦，指挥的蛮优美的。我看你在教会指挥的挺好的。哎，应该是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音乐，那因为家境的关系就没有再学。到长大之后，还是一直很有音乐梦。然后，其实发哥是我的老师啊，所以每次师生恋哦，对，每次有人问说哈，发哥是你的老师，那你们是谁追谁啊？我就说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他学琴。没钱缴学费，通常师生恋都是学生追老师哦。发哥，我听你说，怎么可能？你们只要看到发哥以前的照片，你们绝对不可能。所以是发哥追求你，对彼此啦，应该是彼此。他没来，我就说对，应该是彼此吸引着彼此啦。哦。对，也是。发哥是很有才华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少女的我，应该是就蛮。崇拜他的吧，崇拜他，到现在，我看你们夫妻两个人对看的眼神还是充满着崇拜哦。但是在你们的当中，一位更让我们崇拜的就是我们的耶稣，阿门。在你们的当中，是，所以我看你们的服事挺火热的，对啊。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信主是因为发哥吗？对，对啊。其实发哥他们是很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就是他爸爸妈妈，然后他的。哥哥姐姐，因为他是他们家最小的，然后哥哥姐姐都是基督徒。然后在我跟他结婚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哎，我跟你讲，人家我们那个大嫂、二嫂、三嫂都是基督徒呢，他们都是嫁到我们家，他们就信主了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好客气哦。对，然后殊不知我就是那一个很传统，对，我是很传统的妇女，然后就觉得好吧，那就嫁鸡随鸡，反正宗教好像没有差，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信主好了，就去信，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就信主了。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莫名其妙信主了。对，我今天呢要来录影之前呢，我也听到这句话。是哦，你看，所以这个应该是所以真的不是莫名其妙来信主的，应该是有神的同在才来信主的。我觉得凡事应该都有上帝的美意跟上帝的带领，只是说可能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他，然后我们不知道，然后其实上帝偷偷的在拉你，
一步一步的就把你拉进来，透过你身边的人哦。对，那你比较特别的是透过先生，对，不知不觉的就让你莫名其妙的信了耶稣，真的是莫名其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女儿还抱在手上，就是刚差不多三四个月吧。然后每次礼拜天跟着发哥去做礼拜，你就看到你看过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小孩，听着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然后这样打瞌睡的吗？就是那个景象。对，是因为你喂奶嘛，所以特别的疲倦，就觉得牧师讲话我都听不懂啊。而且应该是说一开始你就是没有准备，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信主，你也不知道这个宗教是什么，它重要在哪里。当然你就是没有感动。我有听一些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分享过一段话，他说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像在喝白开水。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有感动的时候，你喜欢喝茶的人就像在喝茶，喜欢喝咖啡的人就像在喝咖啡，对，喜欢喝酒的人就像在喝酒，你就会上瘾了。所以你现在在服事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听说你们夫妻也很上瘾。非常上瘾。对啊，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上瘾到不行。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因为发哥他从小他们的家庭是在左营大陆的旧城教会，所以他是在那个教会长大。是，那他的服事过程就有机会让他自己讲。那我先讲我的部分，就是当时我们当然就是很理所当然又回到旧城教会去，因为我们就觉得那是我们的母会。是，然后刚回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啦，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会开始火热是我女儿的关系。女儿吗？就是那个宝宝的女儿吗？对，她后来到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好啦，大人没去教会了，小孩总要去个教会吧。然后我们就让她去上主日学，就礼拜天的主日学，然后很好玩。我们带她去上主日学，两个大人就跑回家睡觉。你把教会当托婴所，然后就时间到再去把他接回来。可是呢，我就刚就有说嘛，上帝他有他的美意，他一定在等待什么时候把你们抓回来。对，就上帝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透过一位我们很尊敬的牧者，那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就是洪纯牧牧师，他很重视。音乐人才，然后他也看见说教会那个时候真的很缺乏音乐的同工，所以他透过很多次的机会，也很诚恳的到我们家里面不断的去拜访我们，然后去邀请我们回到教会跟他同工。那当时因为没有感动，可是是因为我女儿一直去教会，一直去教会之后，那时候女儿几岁？差不多小学四年级左右。小学四年级就上瘾了。对，她先上瘾，真的是她先上瘾。哇，好棒。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受她感动，因为她后来就开始参加团契。是，那旧城教会的团契很好玩，以前的团契可能会有分龄，什么少年团契、学生团契，可是旧城团契它统称都叫青年团契。但是青年团契里面有学生小组跟社青小组。对，但你女儿只有四岁，她是小学四年级。哦，小学四年级。对，那当然她就去参加了学青小组嘛。然后社青小组的组长就邀请我们来参加社青小组。对，所以这样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跟教会有接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感动，所以还没有参与服事。对对，所以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上瘾的？信主之后？不是信主之后，信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浑浑沌沌，就是还在喝白开水的阶段。对 对, 对，喝了多少年？应该大概差不多四五年吧。四五年一直喝白开水。所以四五年之后才开始对音乐的服事开始火热。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回教会开始有团契的聚会嘛，然后慢慢的开始去觉得说，教会好像是蛮有趣的地方。然后这一群人一天到晚就在那边读着圣经，然后看到人都笑嘻嘻的，有那么开心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有趣的一群人哦，我应该来
探索他们一下。哎，结果这一探索好像就启发了我的某一个地方，是，对，所以那时候才开始上。其实我觉得我认识你们夫妻哦，就是我的灵里面的感动，我觉得你们很有艺人的特质，你知道吗？就是在很多就是不管是夫妻的敬拜里面，我也认识一些人，不管是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的一些敬拜里面，我也遇到一些人。但是你们的夫妻，你们夫妻的敬拜真的很特别，你们真的就是很有艺人的特质。我第一次印象中，我认识发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造型很艺人。哎，他的造型，他是很自傲的哦，真的，他的造型很艺人，而且他的个性也很艺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次他服侍完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习惯邀请同工到我们的店里面来喝一杯咖啡或吃个餐，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奉献给你们，就是只有接待你们吃喝这样。我觉得那是我的一份心意，这样。他从来不留的，他从来都跟我说哦，不用不用不用，就赶快走了，就好像他没有经纪人，他不敢踏进我们的店，你知道吗？对，他就是这样很规矩。每一次我邀请他，没有一次到，包括这一次他也是没到。这蛮符合他的个性。可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艺术家体的那个那种气质，对，就是很艺人嘛，哈，艺人跟艺术家也是哈，都是艺人之上，然后保持神秘感，跟你保持距离，真的真的，认识了芳芳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发哥跟异性会保持距离的原因是哪里？大家有没有看到芳芳真的是多美啊？没有啦，没有，跟这个真的没关系。对，所以我觉得信耶稣之后，就是说像你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委身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知道发哥的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对，但是我觉得你们还能够这样子很乐意的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摆上，你觉得这样的力量怎么来的？因为我看发哥也是，其实我看他都觉得，哎，有时候就是气色真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哎，他也都一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我们一直抱着一个想法是说，我们有音乐的恩赐，这都是上帝给的。那上帝给的，当然我们就是一定要为上帝再摆上这一切。然后发哥，我觉得他会觉得说，因为第一个他身体不是很好，因为他长期还有慢性病的问题，然后他都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会当做工会当过偌久啊，所以我做一工就算一工，我会当做啥就是做。那他会觉得说，他唯一可能他最上手的就是音乐，所以他就愿意把他的这一份心意摆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所以在教会，不论是牧者、同工找我们配搭的时候，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可许可，我们都是全心全意全力的去配合。真的，因为我认识芳芳其实是透过发哥的这样的一个连结，还有我看到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么摆上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对芳芳第一次的印象就是，哎，她非常的活泼，就很像我的朋友，很像我的朋友。那我也要借由这一次呢，非常感谢芳芳在我们5月2号在高雄办的一个就是重返荣耀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我第一时间邀请芳芳能够来协助一起同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她完全没有拒绝，完全告诉我说好。对的，这样的一个摆上，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知道那一次我们服侍的是独居老人，那个活动服侍的是一个独居老人。那刚刚我又听你提到说，你对老人跟小孩特别有服侍的负担，你要不要来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从旧城教会的服侍说起吧，因为我在旧城教会除了音乐事工方面的服侍之外，我有服侍儿童主日学，然后周末的儿童快乐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妇女团契，还有礼拜天还有松年团契。哇，你全部几乎是排满了。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大概教会可能不是音乐方面的事工，我全部也都包了。哇，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喜乐，因为我很喜欢小孩，然后很喜欢老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就是特别放松。所以我们这种中间的你不太喜欢？哎，还好。
没有还好，有啦，有喜欢的，有喜欢，都喜欢，但是就是特别有负担呐，特别有负担对老人跟小孩，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反差蛮有趣的，有趣啊。但是其实你跟他们相处之后。你会知道怎么去跟他们相处。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呢、欸，我觉得如果说你对这两种人有负担，你应该带着一群小朋友哦、来服侍这一群老人，或让这一群老人家有机会去服侍这一群小朋友，可以让他们在这就是年轻世代跟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交替里面，看他们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欸。会哦。哦，这应该还蛮有趣的、哦。对，我突然有这样的画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策划。好，我们一起啊，你负责年轻人，我负责老人。下次就看到我们一起带老人小孩。好啊，哇！从芳芳从刚刚一上节目到现在，我都觉得她的喜乐不断。观众朋友有发现的吗？她真的是堆满了笑容在服侍里面。因为其实很多我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家庭，其实有些人是越服侍。就是越烦躁，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时间没有那么够用哦。对， 对啊，芳芳，你这样的一个动力跟这样的一个精神，还有你这个喜乐的来源是怎么来的？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人家说越喜乐，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甘甜。可是也有人越服侍越不喜乐哎、欸。我觉得因为一些人越服侍越不甘甜、欸、所以我说这有时候应该是心态的问题吧。当你不喜欢，你当然就不会喜欢这件事情。那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喜欢我们的上帝爸爸，我们应该就会喜欢上帝爸爸叫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也是顺服。然后呢，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服侍很甘甜？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上帝翻转我的心思，让我开始变成火热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不要当一个人家所谓说的礼拜信徒。我觉得那太没有挑战性了吧？即使是基督徒，应该也要有挑战吧？然后去挑战很多不可能的事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上帝你怎么那么厉害，让我竟然可以完成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哇，上帝很厉害，我也很厉害。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上帝怎样为你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例来分享？我其实哈，我小时候我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童年阴影，来自于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的一些关系，导致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怎么讲？就是父母是离开的，不是离婚，是我妈妈离家出走，然后带着我跟我姐姐。然后那段时间，因为妈妈要工作，然后就把我放在那种所谓的寄养家庭。那但是寄养家庭，人家有自己的小孩，谁管你？你就是只是寄住我们家，所以我常常就是躲在房间。从门缝里面看着别人一家人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很孤单的一直在等着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这样的日子在长达将近四五年。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导致于我长大之后慢慢的我 有一种那种人群恐惧感，然后对很多事情我没有安全感，然后很自卑。你想我以前是没有办法，譬如说这边有坐人，我没有办法往前走过去，因为我会发现你们全部都在看我。我是自卑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当我回到教会，我刚有说我们有参加小组的聚会，那你们知道小组聚会一定都要分享。那个时候我都很怕他们教导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去讲话。但是我觉得上帝，我刚说的那个不可能，上帝就医治了你。对，医治了你，不然我不可能现在坐在这里啊！真的，而且你讲话好活泼，好喜乐。我觉得我比较像主持人，真的。你要不要来仿一下我？那个，请问不要了。对，那除了这一段，就是后来妈妈来接你回去之后，跟爸爸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有修复吗？其实也没有哎、欸，后来我爸爸也是找了我们很多年，然后终于找到我们，把我们接回家。可是呢，妈妈好像已经习惯了外出去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来接我
之后我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但是我记得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妈妈一直都不在身边。那那个时候就是常常放学自己关在家里，因为爸爸是职业军人，那爸爸平常就是都在部队。那我姐大我八岁，她长大了，所以她可以去上班。那整个家里面就只剩我一个人，我还是觉得，虽然我回到有爸爸的家，可是我的内心还是孤单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带给我很大的一段阴影。所以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并没有享受很完整的父母亲的爱。对，我可以看着电视，然后看的人家那个连续剧，那里面可能就是有小孩哭着找妈妈，我就跟着哭了，因为我就觉得那就是我。那你對就哭了。那你跟我一样，我小时候也就觉得我是个弃婴这样，所以我连看卡通那种什么小英寻母记，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种。我可以理解，对，那种孤独感，没有经历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们那样的恐惧。所以我曾经在小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大概几年，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做同样一个梦，就是会梦到一个好大的球，然后我人才这么小一个，然后那颗球就是一直在后面追着我，然后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他就一直追追追，然后就这样重复，然后就吓醒。所以我相信那个在内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恐惧的球，对，一直追着你跑。对对对 对。那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喜乐的？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信主之后，对对，然后也可以确定的是认识发哥之后。可是我觉得，我如果说多了可是，对不起发哥，对发哥多问了一句就变可是，如果我们播出他应该会想看我到底有没有说他坏话之类，因为他今天在家有交代说，你要问看什么时候要播出，我要看哦。哦，一定的，一定的，一定会连结的。我记得，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发哥的身体不好。其实你们知道吗？我跟发哥从结婚到小孩子慢慢长大到国中、高中、大学，我女儿现在已经在工作了。但是从我印象跟她结婚到后来，你知道我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医院还有急诊室。对，所以她婚后就身体。有状况还是婚前就有？他的慢性病，因为他有遗传性糖尿病，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那所以结婚之前你就知道他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对，所以你们之间真的是有真爱，你真的是很崇拜这个老师，发哥他真的很崇拜你，所以他才嫁给你。这句话是要讲给他听的，要讲给他听的。好，我很崇拜你，所以我嫁给你。事实上也是啊，你看从你的眼神里面。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刚有说，我去过最多地方是医院跟急诊室。那很多人你会觉得说，那你去的常去的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喜乐？这应该是一个很苦读的地方吧？谁去医院会很开心？而且发哥那种挂急诊是没有在看时候的，我们也有那种台风夜刮大风下大雨，我开着车带他去挂急诊。然后你能去想象说急诊室，你知道大医院的急诊室都是非常多的人，那你说病患他至少还有个床可以躺，可是家属没办法，他不像病房说还有一个家属的躺床，你就是只能坐着。然后你要去想说，你在急诊室等病床，坐了一整晚一早上，这样子坐了几天，你坐到整个人都已经快崩溃掉的那样状态下，我还能这样子喜乐？感谢主，有神的同在。其实应该是说，在发哥这样不断的医院进出，然后在住院，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到很多。上帝而来的爱，有一个见证真的很奇妙。发哥那个时候大肠癌住院，然后我们整个，因为我要照顾他，所以我也没办法工作啊，所以我们家庭的收入完全是停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为了照顾他，还要把我女儿寄放在人家家里，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才读国中。因为你妈妈以前也寄放把你寄放在人家家里，所以你现在也把女儿寄放在人家家里。不好意思，那不一样啊，那是姐妹的家，人家多爱她、啊。这句话我是替女儿说的。然后呢，你知道吗？很奇妙哦，我刚有说我们完全是零收入，
那我们日子怎么过？因为在我们那的之前，我们投入在教会的，你知道，说我刚说入迷吗？真的是整个是沉浸在教会的工作里面，喜乐到忘记赚钱。哇！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发哥的学生也收很少，我的学生也收很少。你知道我们是到后面还有那种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会说：“嚯，啊你两个阿伯在教会这边啊，啊你扛亏是都免走哦。”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真的不会觉得说我们恩典够用，对我们真的是恩典够用。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不会啊，很喜乐啊。第一个服侍上帝很喜乐，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不欠人家。喜乐可能有饱足感哦，忘记吃饭不用吃饭，三餐都有的吃啊，我们都觉得够了。所以当然相对的，我们等于就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存款嘛。那你在这样很突然的状态下，收入整个零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就派了很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了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奉献。然后让发哥住院到一直化疗的那一年，因为他后来还有化疗一年。你知道我们这样子过来，我们完全都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不用担心我们没饭吃，因为就会有那个教会很爱我们的妈妈煮了很好吃的东西送来医院，送来我们家。然后再来还有就是经济上的帮忙。然后很好玩哦，那一年后来发哥出院完了之后，那弟兄姐妹就是有给我们很多经济上的支持嘛。你知道我们就是缴了这个缴了这个缴了这个，缴完之后你就刚好剩1000块耶。哇，真的，这个恩典够用，恩典够用。所以我们很惊讶说，哇，这不阿妹吗？太奇妙了吧。阿们，上帝说我也不能给你太多，万一你把我拿去百位开，我只是要你过生活而已，对不对？所以他就让你多个1000块的是啊，那个是什么啊 sorry 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真的觉得说，当经历这一段之后，我们真的是更领受到上帝的那一个大能。太奇妙了，真的太奇妙。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惨了，主啊，这辈子离不开你，感谢主，就这样子。所以你说不喜乐吗？非常喜乐。对，从芳芳分享她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见证里面呢，看见她那个充满笑容堆满面的这样的一个闪亮亮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在她的脸上完全一落无遗哦。对啊，那你觉得在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有曾经有一点点那么的担忧过吗？没有哎，完全没有，没有。所以你的信心真的很饱足哎，包括发哥也是哎。有一次我看到发哥的 FB， 因为发哥在我认识他不久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出来他是身体有状况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不跟人家吃饭，我觉得他是个艺人，因为没有经纪人，所以不跟人家吃饭。哦，这个是我对发哥的第一个印象。那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因为我有一次follow 他的 FB， 看到他就是在医院，他也有音乐的服饰，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他奉献，他完全摆上在每一个需要音乐的地方，只要他看到，只要他能够，他就去。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是病人，然后他也去了解说长期进出医院的那种苦闷，所以当有一天，他是先在高一吧，因为他的病例都在高一，他也是常都必须要回诊，然后某一天他就看到高一摆了一台钢琴。他回来，他就跟我讲说：“欸，高一有钢琴哎，他们好像有在争音乐之功哎。”我就说：“怎样？”他说：“我想去哎。”你们的对话好有趣。对，我说怎样？他说他想去。怎样？我就说很好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自己也是生病的人，感同身受嘛，同理心可以去了解进出医院的人他们的苦闷。然后他觉得说，上帝给我这么样的恩赐，我如果说可以用在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去安慰人心，很好啊。所以后来他就先到高一当志工，然后接下来就是美术馆的联合医院，他们也开始有摆钢琴，然
然后他也在那边当志工。哇，对，然后他很开心的是他每次回来都很骄傲。我跟你讲，我今天弹了一首吼平安的七月夜，好好玩哦，不但一堆人跟我掌声吼，还有人跑来问我说这是哪一首流行歌，我怎么都没听过，好好听哦。然后他就会很骄傲的告诉他，没有哦，这是教会的诗歌。哇，感谢主。然后就颠覆了蛮多人对教会的那种既定想法。然后他们就会说，哇，原来你们现在教会的诗歌也可以这么好听呢。然后他就很开心说，哇，太棒了，感谢主。我现在突然想到，我怎么认识发哥的？想到了，对，突然想到，突然对，突然想到，其实是颂恩台福教会戴嘉庆牧师介绍，就是因为他负责我们的就是戴牧师，谢谢你，先礼后兵，对，就是谢谢戴牧师呢，当时我们要成立巴西福音音乐走廊的这个部分，戴牧师他愿意来全职的。来带领我们。那当时呢，因为是他负责嘛，所以我们都跟他开玩笑说他是那一条走廊的廊主。对啊，所以我们戴牧师就是那一条音乐走廊的廊主，然后他把发哥带来音乐走廊，开始就我们的一起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同工这样。对，发哥跟戴牧师好像又有很大渊源哦。哦，真的吗？他我吓一跳，我以为说好大的冤仇渊源。我好像有听他们在讲，是戴牧师小时候好像被发哥带过。哦，真的吗？戴牧师有这么年轻啊？戴牧师你好年轻哦。好像也是旧成教会出来的。哦，是吗？对，他们的家庭小时候好像也是在旧成教会，应该是。哦，是。对，我上次有大概稍微听他们聊了一下。好，没关系，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找戴嘉庆牧师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聊。对, 對, 對, 對啊。我们来个那个一起专访。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两个当主持人。可以可以。然后他们两个坐中间。太好了，太好了。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对，我真的觉得今天我比较像主持人，真的，对啊，来访一下，访一下，不好意思，对，我應該不会，对啊，修炼一点。那我再问一下，我再问一下，芳芳，你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你有遇到一些困境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服事的同工在教会里面，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例如跟牧师啊，跟教会的宗旨啊，有一些相违背的时候，你当下的选择是什么？其实齁，我都觉得我不敢那个对牧师不敬，因为我都觉 得出来，因为我觉得你很尊荣牧者，牧师他是上帝的仆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顺服，顺服他其实就是顺服上帝，这是我一直的感觉，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牧师，只要他们开口，我一定是全力配合，然后使命必达那个。感谢主，你这句话一说出去呢，我们全国的教会的牧师可能都会来call in，找我们，都会来找你。那个不好意思哦，只限高雄市哦。还好你没有说经纪人就是我，没有，是十家电视台，没有，我可以透过十家电视台跟我联络，这边下面会有一排字幕，有我的联络电话，谢谢。对，非常感谢芳芳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摆上哦。其实我会觉得。服事最大的阻碍是人。我发现，在教会，因为毕竟我讲一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我开始慢慢的火热的在服事，在教会服事，接触很多事工，你接触越多事工，当然就会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火热的基督徒，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度，就是充满爱的国度，就是完美的国度，一丝丝的瑕疵都没有。所以你当然，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一定不容许眼里一粒沙吧？对。所以当有一天你在教会看到有人做了不对的事的时候，哇，天哪，惨了！我当下崩溃了，我说怎么可以？我心里面先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完美的地方，这么神圣的地方，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么的错？为什么可以容许这样子？怎么可以？为什么教会容许？为什么长老容许？为什么没有人去
审判他，去批判他，去惩罚他，不可以。然后我就很愤怒，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侠女，侠女的那个侠女的正义感就上来了。我有看到你的剑，是哦，快拔出来。然后回去我还很生气，跟发哥说，我今天在教会遇到什么事，我很生气，怎么可以？然后发哥那时候他没有说什么，因为发哥通常是。他知道我在生气，他就在旁边说：“好西吼，嘿呀，我马西安尼想。”他会这样子，因为他好附和，他好附和你哦，因为他不附和我，发哥好疼你哦，我会瞪他，你应该会打他。我不会打他，我会瞪他，然后就会生气不理他，然后一堆公哎啊，数住卡变瓜。对，所以他就说：“对呀、啊，怎么可以？”然后有一天刚好有一个机会，我就到教会去跟牧师分享了这件事。嗯、那牧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芳芳啊，我跟你讲哦，教会其实就是人聚集的地方哦。”我说：“可是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啊。”他说：“没错啊，但是我们现在在世间呢，人家拢世间人呢，啊，人家嘛是拢是人造成的。那你要去想哦，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嗯，小社会。对，所以这边也是会充斥各个不一样的人哦。”然后我才突然想起说，哦，好像是这样哦。教会虽然是教会，虽然它只差别跟外面的教会不一样，跟外面的社会不一样，是外面的社会没有上帝，但是这里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信仰中心嘛。但是没错啊，他们是来自各个家庭，然后每一个人也是有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优缺点。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看见这一点，我才突然发现，然后自己才会转弯，然后也慢慢去调整自己，去看待教会一些弟兄姐妹的角度。针对这一点呢，我有一点就是分享哦，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遇到好人的比例是多一点。好，所谓的好人是跟我们和睦相处的人会多一点，然后在社会呢，跟我们敌对的人会多一点哦，这个是我的解读啦，这个是我的解读。所以我觉得教会跟外面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是我多年我多年研究的数据，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跟你讲，你讲多年研究是客气的，应该是说多年被经历、被戳、被捅了很多刀之后的教训，这个是你说的，我都不敢说。可是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在考验我们，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会以为，其实当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基督徒，就是可能就是每天生活快乐、安乐无余，三餐也不用担心，因为有我上帝同在。哦，来来来，讲到三餐不用担心，我来问一下，你现在的收入是靠什么？靠喜乐的来源？其实靠服事。哎，应该是你是全职的童工吗？不是，嘿，我现在。但是我看你在教会的时间好多哎、欸，也好长哎、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少很多了呢、欸。哦，真的吗？如果跟以前比，其实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要跟喜乐岛的那个李冠成牧师说，你赶快来找我吧，多找我一点没关系。哎、欸，我们今天好像 Q 很多了。所以要谢谢一下冠成牧师。对，对。其实我跟发哥，我们现在。我们的收入真的也没很多，所以你们现在主要靠的收入是学生，对，学生，学生。那你教什么？我有教唱歌，唱歌。我有教弹钢琴，弹钢琴。然后我现在也有，然后年龄层呢？我现在在帮你打广告，年龄层呢？哎，会呼吸会讲话的都可以。好哦，会呼吸会讲话 的，想学钢琴的，对对对，想学唱歌的都可以，透过时下电视台来报名。疑难杂症的，但是限高雄地区。哦，高雄，哎、那个哈，我的电话在这里啊、哦。台中接不接？台中接不接？如果对啊，你愿意帮我出高铁的钱，我是可以接。哦，那没问题。那学生数有没有限制？哦，不限哦，不限哦，所以一个也可以是吗？可以啊。哦，好，那我先报名。哦，那你一个月可能就5000吧。好，奉献。OK， 所以你就是教唱歌，教弹钢琴。对，然后现在我还有接学校的
课后的才艺班。哦，课后的才艺班。对对对。好，好，学校的部分也许有机会，我也可以帮你连接，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课后的辅导，类似辅导班、才艺班嘛，才艺班、才艺班嘛，对对对对对，还有时间接吗？哎。先说嘛，好，我们现在也先分享一下高雄地区的学校有缺课后辅导的才艺班，请找芳芳老师。那我这边又要打跑马灯哦。对不起，对不起，全部都是跑马灯，要整场都要打完。全部都是时价电视台，哇，第一次访问到一个来宾，就是简直就是个主持人。然后自己一直在这边找工作。对啊，比我还能讲，对啊。然后就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睛闪亮亮？就是越服侍越喜乐，对，越服侍越饱足。我的闪亮不是看到钱哦，我的闪亮是看到上帝哦。阿们，哇，好开心哦！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摄影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都觉得充满了欢笑。对啊，今天发哥没有来，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我相信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他应该也会无比的欢欣喜乐。有这么活泼，有这么爱他的，这样崇拜他的老婆，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如何服侍喜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想要对发哥说的什么那个感言？跟发哥说吗？对啊，当然了、啊。来，我们对着镜头来跟发哥说一下，来爱的传递，给你一下机会，给你两分钟。那个八哥，我跟你讲，对了，我很爱生气的，然后很爱闹脾气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比较没那么温柔，但是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啦，反正你懂就好了，好不好？这样。不够不够、啊啊、我讲这样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再深一点啦，至少你要表达一下你对他的爱意嘛。对啊，老夫老妻不好讲、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讲。对啊，你看你越服侍越喜乐、那個、越说越爱，这才是你的逻辑啊。好啦，来吧，分享一下，你再继续好好爱我。我觉得 我会越来越珍贵哦，哈，好好喂食我。阿们，感谢主。看来你们好像不需要上那个什么夫妻甜蜜营哦。对、啊，应该不用。你们本身自己就非常甜蜜，你们应该可以去 interview 一下，当一下夫妻甜蜜营的讲师。真的吗？我们有甜蜜吗？我觉得没有呢。哦，我觉得你们好甜蜜哦。对啊，在你们的对话里面，我觉得好像一般夫妻里面不太有的这种对话。照理说你们是不太正常。没有，因为我们只是把它生活化。把它生活化，对啊、嗯、好喜乐。所以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当然、嗯、百分之百确定。阿们、嗯、所以发哥他的收入来源呢？其实发哥他现在、嗯、因为他一三五他都要去洗肾中心洗肾。嗯嗯嗯。那一个礼拜三次、嗯、可是一去就一个上午了。嗯嗯嗯。啊，在接下来是譬如说有时候洗肾回来那天下午他就会比较累、嗯、哼哼，所以他那天下午他几乎都是要休息、哦、对对对、okay、那他现在能接的工作是比较少。嗯，对，好啊。那我觉得今天透过十架电视台，我也来呼召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是高雄地区的教会，还有学校，还有教友，还有你们家需要接受音乐还有歌唱这样的一个老师的需求的话，请打十架电视台，可以来邀请我们的芳芳老师还有发哥，可以来为你们服侍。好，我觉得我今天很像来来找工作做广告。不会，因为你上的是 iBusiness 哦。iBusiness 就是我们在分享基督徒的工作啊、企业啊、重点啊，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做了一个很棒的见证，也让更多的基督徒，也包括我都被你激励到，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服事跟摆上里面，要如何的全心全意，喜乐就会临到你，平安当然也会临到我们的当中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上帝好像不会让你饿到。对，好，我们做最后一句话的 ending、嗯、来，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给你一句话来鼓励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教友，如何来越服侍越喜乐。其实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参与服侍，你的生命会更不一样，会更丰富。
你可以试试看，相信我这句话一定很真实。感谢主，如果有想要服事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找芳芳，谢谢芳芳，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拜拜。Thank you.